怀这个木他写的有点横跨有点过长，所以后来就造成他碰到的感觉有点可惜。哎呦，左边伸长右边缩短，然后他这里是碰到的，一般我们是不太碰到的，不过他既然碰到，我们也要跟他一样碰到。大书法家字不要随便乱改啊，他怎么写就怎么写，他碰到你就碰到，他没碰到你就没碰到。他的丝都中间非常紧密啊，快看不到缝了。